收到这个部件啊，首先把这个装饰盖先把它拿下来，然后用这个扳手小扳手松掉，用这个小扳手松掉，松开，把这个松开，松开过后把这个拔出来，一定要松开拔出来，不要损伤这个密封 O 型圈啊，然后把这两个点丝拿掉啊，点丝拿掉，然后在这个配部件上面长6到10圈的饰料带，把这个墙壁上面凝固垫，把这个粘到底。凝固垫，然后再拿这个产品，首先看一下里面不要有毛丝、有点丝没粘到、没粘出来，损伤这个胶圈。然后把这个往墙壁上一套，把这个产品往墙壁上一套，上面套好了以后，拿一支记号笔，拿一支记号笔做定上定位。